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手机游戏，手机游戏，手机游戏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遍。那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手机游戏叫做《坦克队长》，是这个8888四个八 Play 的这个游戏厂商代理还是制作的，我有点忘记了。那通常我觉得啦，这个凤梨888这个游戏厂商通常代理的游戏都还算不错啦，都还算不错玩。那所以今天来玩玩看，这个是一个工商的活动啊。那我顺便还是要讲一下，为什么手机游戏会有滑鼠？因为我用电脑的手机模拟器游玩。那如果你想要找电脑的手机模拟器，自己上网 Google 搜寻手机模拟器啊，有很多载点哦，不一样的那个手机模拟器都有啊，Android 的、iOS 自己查，自己看教学怎么下载啊。这个其实靠自己就可以了，我就不多讲了。那用电脑录影，用电脑玩，用电脑录影，是因为我的手机硬体不足，怕录起来会很那个，你们看起来会比较不好看，那所以我才会用电脑录。那今天我先输入我的账密啊，因为我有注册8888 Play 的账密，所以稍等我一下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这个有没有 图片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本人啊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也不说不相信啊，因为我平常这张照片通常就只有放在，就是我本人的照片比较多，是放在 FB 的啦，对啊，FB 粉丝团这部分，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登录了，哎，不知道有没有登录成功，哎，有了，还在登录中，OK，坦克队长，然后伺服器我想一下，看起来大多数都是良好，哎，我们就选 S3 好了，三是我的幸运数字，战地英雄，好。进去吧，然后好像目前是没什么声音，可能目前是没有游戏声吧。然后因为它这个荧幕本身就是这么大，所以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再放大了，再放大会看不太清楚。这边写说欢迎你指挥官，部队准备就绪，请进攻敌人战队车队，看一下。好酷的 2D 感觉，哦！我吓到了，然后这音乐配是怎样？哈利路亚，这是怎样了？我刚刚吓到了，哎，我没想到这个坦克车还会有动画，而且就是这样开过去，然后边开枪，哎，我觉得这好赞哦，这好棒哦，对啊，这真的好棒。等一下我调一下它的音量，这真的好棒哦，好酷哦，再玩一次，所以我是完全不用点。欸、好酷哦，好酷哦，胜利胜利，好酷的游戏！哎、欸，留下大名。好，我终于可以输入名字了，是不是？可以选男生女生，当然是选男生啦、啊。来，我现在要取，我不知道尼亚斯这个名字是不是又被取走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如果被取走就那个了啊，这个是。这左上角这个是它的那个8888 Play 的东西啊，你可以把它移开，就是它没什么用，其实就是美观用而已，也不是美观啊，点开它可能可以储值一些，储值你的游戏点数之类的吧，不用看，哎，可以啊，没有人用我的名字也太棒了，小秘书带你熟悉基地运作吧，好啊，技能书、统御书、升指挥官、统御。哦，统御可以出战更多的坦克，好酷哦！技能，什么技能？命中，哦，点吗？New technology acquired. 哇，还英文呢。OK，下一关。啊，什么？看一下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我被攻击了，哦，还有飞弹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其实大家可能很多。我一些观众可能你会觉得啦，这个游戏看起来没什么啊，就 2D 从上面看坦克经过而已啊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很惊讶，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这种卡牌游戏都是那种一张图片，然后就啪啪啪这样，也没有这种飞弹啊、子弹的特效。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很仔细的，就已经真的不错了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错玩啊，虽然一样是自动战斗，不过至少这个我就觉得加分很多了。你看，还有命中的问题。我觉得超酷，就算没有 3D，我也觉得很满足了。对啊，哦，还有道具哎，
应该是可以装备那个啦。哦，可以，对，可以装备了，装备工厂。哦，一键装备是不是？然后下一关，这边目前是新手教学啊，所以还没办法跳过。这个单群型是什么意思啊？型这个单群型是意思是说它的种类吗？坦克的种类之类的。摧毁敌火炮，拿到资源造坦克。好，我现在有四辆坦克了，是一般的战车，哦，飞弹的战车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反，好像是反坦克之类的吧，是吗？我也忘记了，反正它是弹子弹的部分啊，那这边是弹头的部分，就是坦克的那种弹头，比较粗的，那这个是飞弹的部分啊。我其实我蛮喜欢那种有机枪的车子的，去生产更多坦克吧，战车工厂，然后呢生产。哦，轻型坦克，哦，好多哦，轻型战车，对，我蛮喜欢这种轻型战车，因为它是那种机枪，超酷的。好，确认，加速是不是？哦、好，叉叉，我可以自己运用了吗？不行，哦 ，boss， 小 boss， 小头目，是可以略过，我不太想按略过，我喜欢看到这个画面。我点它好像是没有用的，它就是自动战斗。它这个是群体攻击的坦克啦，就是那种飞弹的。OK， 我可以啊、哦，我可以略过啦，不过我还是先把指引给看完好了。然后他刚刚是在讲什么？英文还是德语啊？听起来有点像德语或是俄语。哇，四发呢？它这个上面是等级吗？好像是哦。然后这个绿色应该是血量。绿色的桥，可以了吗？我过了吗？啊，指引基地，哦，资源建筑啊，哦，好酷的感觉哦，铁矿场哦，太酷了吧！世界，司令部，司令部可以生产五种资源，各300。还可以容纳容量，资源的容量。任务，领取关卡。哦，火箭中队。它三辆都是那种群体攻击的。我只有一辆群体攻击，另外三辆是一般的那个坦克。哎，这样它攻击我的数次数会变多哎，虽然它攻击力没有很强。没有，我要赢了。耶、yeah!。过了吗？啊，新手引导结束了，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，谢谢你，领取礼包，感谢。好，那我们先离开。那我先看一下这什么东西。好，登录奖励啦，还 OK。那这个嘞，成就吗？哎，什么？参与。好，这个是那个啦，储值的部分吧。然后登录的部分，加入军团，军团我就不加了啦。那然后编制的部分是什么东东啊？哦，抽装备啦，这是抽，免费抽取可以，抽到什么经验值，再抽一次，哦，再抽一次 ，OK， 退出，就免费抽取抽一下看看，哎，这要滑过去吗？哦，这都要钱，好、哦，算了，然后再来这什么，哦，免费抽奖是不是？好，抽一下，这个好了，哦，坦克，99式坦克，它有双炮管哎，酷，然后还是要钱，高级嘞。三枚购买并抽奖，啊、哦、不行，我还没有15等。那这个什么东西？啊、哦、这看过啦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啊、免费轮盘。啊这也是类似抽奖的部分啦、啊。哦，猛虎战车紫色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没办法免费了，只能抽一次。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啊我可以生产坦克啦。啊这个生产完了啊。它三秒钟就可以生产完啦、啊、这个 N 是十几分钟，那 H 是小时，等于零小时零分钟三秒就可以生产这一辆坦克。那目前数量我有142辆的轻型坦克 ,18 辆的轻型火箭坦克，然后诶我不是有轻型战车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哎呦啊，我目前有重型火对吧 ,99 式坦克一辆，然后猛虎战车两辆，还有什么？没了吗？啊没了。
生产中没有建造，哦，我可以升级它，这样我就可以制造新的坦克了吧？Building. 升一下，就不加速了啦。然后这是干嘛？哎，为什么它会有那个？什么意思啊？Construction 这 complete. 任务的意思吗？哦，这好像是任务啦。对啦，另外一种该做的任务，我有去建造，Building. 看一下。我刚建了一个铁矿厂嘛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再建个铜 Building. 矿厂，然后再建个 Construction complete. 油井 Building. 啊，各一个这样。Construction 不过我们的 complete. 土地好像只有这几个而已，Mission accomplished. 可以扩吗？不行。啊，这边好多人对话，我不想进去看。我看一下要再建什么。啊，我们可以再透过升等啊，我们先升它好了，升级，Building. 升级，Building. 这样 Construction 产量会比较多一 complete. 点，升级。Building. 然后我们看一下任务，可以领取啊，领取日常活药有吗？没有啊。Construction complete. Construction complete. 对对对对对，邮件，看一下好，好，背包啊，可以获得一些材料啦，这好像是新手礼包，这是什么？用一下，我的，啊这个嘞，啊这要进入指挥官头像才可以使用。其他好，这先放着。啊，背包还有三个是干嘛？啊，看不懂。我们去一下装备。我们现在这一台是什么？啊，它是给所有坦克装备是不是？高攻击力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坦克吗？怎么看起来长相都差不多？这是高攻击力的吧？装备仓库。我再装第二个好了，一件装备看一下。不能装啊，那这个嘞？哦，每个都装一下这样啊？不行啊！看一下哦，这个装备卡，这可以提供经验哦，这要怎么用？这样吗？我不太懂，等一下。等等，这个是闪避的部分啊，那经验的部分要怎么穿啊？啊？穿戴不行啊，算了，这我不懂就不要一直研究了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家研究。然后我的材料现在哇这么多，爆多的，爆仓停产，我已经爆仓了，很好，我已经爆仓了，我得先赶快来，哎，这要金币，我要司令部先升级啊，所以我们先回 Select 世 target. 界，哎，这是野外，我可以攻打别人是不是？来攻打一下，攻击。啊，不要啊，不要不要，好恐怖！虽然这个游戏是可以攻击别人的啦，酷。好，那我们编制一下我们的，诶，不行吗？好像不行。我先用一下那个啊，这个可以那个声望嘛？带兵数量啊，这要花钱，对不对？授勋花费宝石，花费金币，金币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们可以花费宝石啊，因为金币才是那个点数，宝石的话就是里面的游戏币之类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先升一下这边的需要宝石的部分嘛。这边哎，这个是要金币哎，那升这个嘞？啊，也是要金币，好吧？那技能闪避 New technology 这个 acquired. 没有钱，这个嘞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好像都没有。战车强攻不行，这好像都要金币了，算了。建造的部分呢？啊，我可以在这边一并的升级，哎，司令部，Building. 然后其他还不行。巅峰数据看不懂，好。装备啊，刚刚看过了，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我可以编制了吗？我编制到底要？我要上士，而且编制要求要50。上士，我现在是哪一个？我现在什么都不啊，我要变下士才对。然后嘞，我要10等才可以再升，我现在9等嘛，所以我现在再去破任务这样。OK，我大概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了啊。部队，我想编辑一下，那种编辑，这个是啊，有我可以设定了。我 Construction 这 complete. 个是猛虎战车嘛，Mission 这个嘞，accomplished. 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先选这个确认啊，有了，994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。我可以选将领啊，不过我没有将领，只要44啊，24等，吓死我！最大战力哦，他依照编法，他战力会不一样哎，
最大战力跟最大载重啊，最大战力啦，当然是选最大战力。不过我再看一下，九九式坦克感觉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这样子好了，换用队形啊，没有，这是 VIP 才可以修理坦克。哎，我们还要修复修理坦克，哎，这么麻烦。好，那我们去玩关卡吧，不然耗时间耗太多了。好，哎，挂机跟挑战，挑战啊，出战，哎，没有设啊，最大战力。哎，为什么他不选994坦克，感觉比较强啊？哇，连射速度超快的，哇，三发哎，哦，那三个都会打哎，好强哦，好快哦，就赢了这样。哦，大头目来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出战出战，来吧，没有撞到，超快的，超强。这个再打两次应该就赢了，哎，还没有，那这次不是连胜，没了耶，技能书拿到一本，耶，又过关了，恭喜通过新手训练，继续努力。哦，探险35等啊，这是干嘛？这不能进去，征战解放亚洲啊，这一般的上市任务啊，我们现在要升那个了啦，哎，还是不行吗？哦，我们还没有到10等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有书了吗？我看一下啊，然后没有，这边也不能升，我有技能书对不对？哪一本的技能书啊？然后说我这个游戏有点复杂，让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啊升级啊，我可以随便升一个技能啊，只要有技能书我就可以随便升一个技能，我看一下啊，坦克强攻。啊，一个是战车的攻击，一个是坦克的攻击啊。我觉得我们增加点暴击好。然后啊，这个好像成就就不看了啦。然后我看一下这边，坦克要再造一辆是不是？好啊，它这是100辆。等一下，我不是要造100辆，我只要造一辆就好了。这样，OK。然后这边。要造2辆，哎，不对，他是要我干嘛？哎，我这边有啦。然后嘞，我看一下这个之后嘞，就这样。好吧，我看不懂他这个东西啦，算了，随便啦。我空地可以建造了。啊，要我再建造什么？我现在只缺升等而已啊。我在这边建造的部分来升等一下好了。那个。要更多栏位啊，一次只能建造2个，我们等这个升等再升其他的好了。Construction complete. OK，这个，Building. 然后升油井，然后油井升完升那个司令部，啊，这个第二个升完升司令部了。Construction complete. Building. OK，等19秒，我们要升司令部。哦，它这个还可以花238块。的那个有不点数去自动升级建筑，哎，还蛮酷的。Construction complete. OK，Building. 我们现在其他都不能升，都红字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去继续打关卡的部分吧。Select target. 新手训练第一通关，那再来这个是中式嘛？我现在可以打吗？那可以，哎，出战。Ready for meltdown. 我试试看略过是要怎么样？哎，可以直接略过来，好啊，直接略过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这是敌方的队形啊。然后略过，然后略过，完全不看这样。我们升等了没？BOSS，这个要看一下，这个、就不要略过了。哇，好像很强哦，十等的，然后我这个才一等，啊，它好像是会依等级强度变强啊，就是等级越高越强这样，不一定是稀有度，所以我们有办法升坦克车吗？哎，2星而已，这一次，我们先回去升一下坦克车看看，看能不能升坦克车，部队的部分。
然后修理啊，修理坦克，Construction complete. 修复啊，这个是用钱，不是用钻石啊，好吧，算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救命啊！然后，我要怎么看我的坦克啊？真的好复杂，这游戏。让 Select 我想一 target. 下，编制啊，装备工厂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坦克，嘿，战车工厂，生产中，我要怎么升我的一般的坦克呢？这个吗？啊，轻型坦克啊，这个只有啊，这是一辆两辆的意思啦，不是一，哎，不对啊，这是干嘛？啊，军团频道没有啊，这是分享哎。我要怎么去升我的坦克呢？哦，这战车工厂接，这个又可以升了。我们先再升一下司令部好了，Building. 2分多钟。装备的部分看过了，我稍微研究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真的对我来说有点复杂，我的脑袋要爆炸了这样。好像我没办法自动去升级坦克哎。这应该也是工厂的一种嘛，我可以建造第二个战车工厂，以便它更快。哎，尖端坦克基地，这是干嘛用的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，What's this？看不懂。军工科技，算是的，好吧。编制看过了，好吧，我们可以升上士了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有了，然后我们有那个编制的嘛，编制可以用了吧？哎，编制要求50是干嘛？好吧，我看不懂，算了，放弃。好吧，算了，放弃。这大家后面应该就可以 Select 自己研 target. 究了啦。对，那大部分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对，玩的方法也交给你们了，大部分啊。呃，基本上就是升矿场，然后升司令部，你就可以去升其他东西了。那装备工厂也可以升一下啊，不过哎，不行，装备工厂好像不行，然后只有这个可以升吧。然后这应该是任务的部分吧。我想要发展，我很无聊，看一下。找点刺激，啊，探宝工具，看一下，啊，这个不就抽奖而已吗？我再看一下，这是干嘛？对，掠夺玩家啊，采集资源，日常任务，采集资源，Building. Select target. 然后探索，哦，这是别人吧？然后嘞，掠夺吗？攻击吗？好像有点危险哈，我试试看好了，我直接攻击别人 Select 看看。target. 反正我现在也只是那个而已，就是只是在玩而已，啊，不是在玩啊，只是那个啦。哎，我人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我自己。啊，我的人呢？啊，可以迁基地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啊，我人在哪里啊？哎呦，找到了找到了，我去打旁边这个人看看，攻 Construction 击，complete. 确定，出战。试试看，啊，还要3分钟啊！啊，那算了算了，这不看了。反正告诉大家，我可以攻击他，而且他还9等哎，我10等哎，好棒啊！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这个坦克队长的不是任务啦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喜欢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视频区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看其他特别有趣实况。那如果你喜欢玩这款游戏，可以下载来试玩看看。我是个人是觉得还算不错玩的，杀时间了。虽然它的动画你可以略过了，可以选择性略过。然后这个车子还会飞，不是飞来飞去啊，开来开去啊，还蛮酷的。只差这中间不会开过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，大家拜拜。